娱乐自早看，天天都要看。放眼现在的圈内，只若是到了春秋的影星，许多不是只身便是离过婚的，出格是影星夫妇，认为好像作为明星若是没有离过婚都欠剩一子在圈里混似的。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起因造成这一些影星夫妇婚姻割裂呢？今天林心如在小燕有约接管采访时透露了本身与霍建华成婚后的状态，方才成婚才两三天，二人就各自去拍电视了，给人认为百忙之中抽出几天时刻结了个婚。霍建华一拍电视便是9个月，也便是说真正与林心如相处的时刻一年下来还不到3个月，那还得看有没有档期呢。固然林心如暗示对此没有什么不痛快，可是细心想想，谁乐意过如许的糊口？莫非恋爱便是一场婚礼，一个名分可能是一张纸吗？想必这也是许多影星夫妇婚姻割裂的缘故起因吧。要是两边都不肯捐躯，长此以往，婚姻也就徒负浮名了。娱乐自早看，天天都要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映雪。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娱乐最早看》，那就请多多评论、点赞吧。也可以点击下面的关注，订阅我们。我们每天都会更新哦。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们多评论、点赞一次，我的工资就可以涨1分钱，1分钱哦！各位大佬们，祝你们天天暴富！